有用吗？你只有一枪的机会，然后呢？这不是游戏。 确实是对的，这的确不是游戏。有一支枪一直在对着你的脑袋。如果你要不顾一切的发疯，我会死在这儿，但是你还有武穆也会陪我留在这里。 枪手现在还有机会吗？我们可以再试一试。 我说过，我的人手多，现在你的枪手已经顾不上你了，他们只能为自己的生存作战。今天我倒要看，是人杀狼还是狼吃人？好啊，那我们就等着瞧吧。 再狡猾的恶狼也斗不过猎人。不过，你还可以再赌一次，但是这次的赌注就是你自己的命。 我是帝国军人，尽忠天皇是我的职责。 再试图拖延时间了，把人带过来。走，过去，人交给你。 我想看看你怎么带着人离开。这个就不劳你操心了。不过我最后还要提醒你一句：所有的人都不要轻举妄动，因为有一支枪永远会对着你。
是个机会，我怎么上楼呢？你好，你好，马老板。马老板，您来了！啊，来了来了，这边请。哎，好好，请请请。那个后天就后天，两天让我们一起。好好好，喝一杯吧。好酒。太君，太君，五木在哪儿？在那边。啊，那边。把你的神拿使出来，让我看看。哇！开枪吧！你以为你能跑得了吗？小司令，去看看，走。
报告太君，外面打枪了。什么？我是良民啊，队长，这些人要审一下吗？关起来就行了，不要在这些事情上浪费精力。嗨，带走，带走！哎哎，长官，快走！长官，快点，走，快走！队长，我来一会儿吧。拿着，消耗很大，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。我来看看。学武啊，能不能用炸药把它炸开？应该没问题，可是一旦进行爆破的话，肯定会惊动地面上的日军，到时候可就是面对面的战斗了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把它炸开，炸！好，给我。队长，我们的封锁如此严密，我想今天晚上猎狼人就是变成了针，也钻不进来。但愿如此吧。好了，大家准备撤。
夏明呢？啊，带着所有的人到洞口去，堵住洞口，别让小鬼子过来。快去，明白？好，铁武，咱俩去放炸药。好，快。杨队长，嗯，我看这里是最薄弱的地方，就把炸药安放在这里吧。好吧，全靠你了。好，到那边去，给我老实待着，过去。离爆破的时间还不到，该怎么办啊？就追！是。不要开枪，给我上！拦住他们！啊！
唐少，鬼子来了。哎，老板娘，你要出门啊？哦，对，哦，这是这几天的菜钱，店里就交给你了啊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那我先忙去了啊。行，忙去吧你。哎。姑娘，你是这里的老板吧？我以前见过你。我找了你很久，没想到你能在这里见到我。我很难想象我的老师会倒在你这样的一个姑娘手下。不管你是杀手还是猎狼人，我们见面了。小姐，您和您的人需要检查一下才能进。我的人也需要检查吗？一会儿我还要和副市长吃饭，要是耽误了时间，你负得起责？对不起吧，小姐，上面交代了，任何人都需要检查。没关系，白小姐，他要查就让他查吧。
反正耽误了时间，一会儿让市长过来接你就是了。这算了算了，不查了，白小姐请吧。白小姐请。几首歌就会离开，楼上有个器材仓库，你们可以到里面去躲躲。谢谢白小姐。我出去看看地形，你们在这躲好了。已经长大了，我相信就算没有了我，你也一样能够处理好所有的事情。雪舞哥，你出来，你开门呐。雪舞哥，唐少，你对我的感情我都知道，我都明白。你还记得我叫你打枪吗？
以后你一定要多替我杀几个日本鬼子。秋哥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把门打开。小宁，你不要忘记，你是你父亲生命的延续，你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。现在你一定要活着把他们两个带出去，你一定要活着把他们带出去。赶紧走啊，走走走。善意的演讲只不过是一盘录好的磁带，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大岛等人的谎言。对付日本侵略者，我们只能拿起枪杆子来对付他们。日本侵略者占我土地，杀我人民，但凡是中国人绝对不能忍气吞声。今天你退缩，明天他们烧你房子；今天你退让，明天他们杀你的亲人。走，我们必须站起来反抗。用我们的行动，用我们的身体，用我们的拳头，随时随刻的反抗，让他们淹没在我们的汪洋大海之中。同胞们，我们不能再做奴隶了。日本侵略者的末日很快就会到，他们一定会失败的。他们的失败是因为他们的奴隶，他们丧失人性。同胞们，相信我，只要是侵略者，必定没有好下场。大岛一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的，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，迟早会到来的。Thank you.
想要包围整个村子，最起码需要上百人。不过我们倒是有足够的周旋时间。嗯，庄宁啊，嗯，看见那栋楼了吗？嗯，那是本村最高的建筑，你就在那儿守着。可是，他们也有狙击手，他们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位置的。那总不能不管吧？当然要管，庄宁，拿着你的枪，占领那个地方，这是最好的观察手。明白。我呢？你跟着我走。好。这边。老梁。嗯。哎呦，炸药，哪儿来的？我劫了城南肥水街的烟花铺子。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那还不是着急杀西田，我也没办法。等以后有钱，咱们再还给他不就行了吗？你打算怎么用？我准备沿着这条路马他个一排，哼，只要他们从这儿过，炸得鸳鸯马翻。对，我问你，西田要是不从这条路上过呢？你看看，这儿是路，那儿是路，这边还是路，这是荒村，到处都是路。那怎么办？你先把它收着，我知道该怎么用。走。哎，这是村子里的主路，西田必定走这条路，走。按照林蝶的说法，那天劫杀他们的一共有五个人，我们打死了两个，现在西田还有三个人。那他不会再找几个帮手吗？嗯，西田是很聪明的，他要是带了太多的人马，咱们就不会出现了。嗯，也对，他也不想白来这里一趟。对呀，所以我们要做的布置就是分散他们的力量。让西田身边越少人越好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干掉他。好，明白。这样。
坠岩，你自由行动。是。班纳留在后面，一郎跟着我。是。汤勺，我来了。挑战书我接下来，按照约定，来到了你们选择的战场。也许这是你们的一次恶作剧，但我还是来了。也许你看我带来了高手，你们害怕退缩了。也许你们觉得不公，这是生死搏杀，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。我就在这里，等着你们的出手。看来我高估你们了，你们只是一些没有见过什么叫战争的小姑娘。西田，你太自恋了，别以为全天下就你一个聪明人。我们既然下了挑战书，就有把你和你所有的人都消灭的决心。已经彻底包围了这个镇子，我会慢慢的收紧这个包围圈。如果你们继续玩捉迷藏的话，我劝你们还是撤出吧。在正式战斗爆发之前，你们还是有机会逃掉的。猎狼人也无法挑战狼群的包围，丧失斗志的挑战者是不会赢得胜利的。
你们让我太瞧不起了。难道这就是你们的勇气吗？快走。也是你找来的人吧？这是第几个了？算上被我们打死那三个，这应该算是第四个了吧？西田，原来你不是这样啊！啊，咱们明刀明枪的也干过好几仗了，虽然你每次都是输，这回怎么了？害怕了啊？是不是跟你找来这帮人学的，当缩头乌龟了？龙王，你要的东西就在我这儿，敢不敢过来拿？我记得第一次见面，我人多，你有狙击手，但你跑了，而这次你人多，我有狙击手，怎么样？看看我能不能跑掉啊！啊，对了，
龙棍浅滩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的人马上就要到了，赶过来报仇吧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如果少了这些零件，你们剩下的都是废铁。大白，把衣服脱下。零件，我跟你说，就在这儿放，把这个树叶放在里边，再放一个手榴弹，明白？然后扔出去。好，趁这个机会把零件抢回来啊！罗马，敢不敢？西田，中国还有句俗话，叫飞龙在天，还记得吧？在陈峰人那儿，你找了多少人呢？啊，把我们围住，我们后来不是还是逃了出去吗？我告诉你，只要你们日本鬼子还在中国一天，我这个龙王就会一直在天上看着你们。追上去，一个不留。追！少皇，
在下面，请进。怎么样？龙王，我没事。没事就好。三妹，大妹，带着大家往前面拖地，准备防守阵地。是。拿上东西，走。走，来。哎呀！啊！背上他，背上他。慢点。武器本来就是打敌人用的，这回咱们打他一个伏击，你们在这顶住，记住，节省子弹。明白，明白。唐少、林殿，上去。好，走，走，好，走。拿好东西，跟上，快，跟上，跟上。林杰，你们俩负责压子弹，剩下学生连，赶紧的，拆绳子，快！大家分散搜索，快！上！节省点子弹，尽量给队长拖延点时间。打！
气，我们撤吧！快走，队长，快走！鬼子退了。中将，你带大家看好了武器，大摆三面，走，给我追！是。骑兵呢？你说的对，空船来了骑兵，得摸清他们的来意。